护持中华护身协会，邮政划拨，户名中华护身协会，划拨账号42138483，42138483，银行账号，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账号012001195679，012001195679，护持护生放生超度阴生未生胎儿。性般若，欢迎收看生命电视台。接下来请收看传习法师弘法行。
今世恨意，微香真迹，后世转聚，至诚大愿。这一世的亲人，下世有时候都会变得仇家。有时候我下世不恼，我恨得牙痒痒。你神通的一关，实际上前世就是亲人。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我今与汝世间之事，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生老病死，愚痴梦中所发生，常乐我净，般若智心本常净。我们也以此作为对佛陀，本是释迦佛陀的供养，对大智文殊菩萨的供养，对普贤菩萨的供养，对西方接引导师阿弥陀佛的供养。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家事，中外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及，有无相通，无得贪惜，颜色常和，莫相违利，或时心争，有所退路，今世恨意，微相憎及，后世转聚，至诚大愿。所以者何？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及时，因其相迫，然含毒取怒，结愤精神，自然克时，不得相离，皆当对生，更相报复。佛陀就看到更深的因果，这一辈子是父子关系，但是经常在一起啊，有时候颜色啊不顺啊，爸爸有时候发脾气啊，教训孩子啊。请问老爸打儿子，儿子会不会记恨？会记恨的。我跟你说，老儿子就说，等我大了我打你啊。我跟你说，虽然大了他没有报复你，但是他那个，请问那个种子有没有种在八十田里？等他下辈他做你爸的时候，要不要打你？所以这一世的亲人，下世有时候都会变得仇家。有时候我下世不恼，我恨得牙痒痒。你神通的一关，实际上前世就是亲人。这一世的夫妻也是这样的。有一个这个采访节目，就问那个夫妻说：“你如果下世再遇到你老公，你还愿意嫁给他吗？”哎，那个采访里面很多人都是这样。其中一个我记得，我找没人的地方，我拿砖头给他拍死了。这世间的夫妻，这么多少事，多少次吵架，多少次都想杀掉对方啊，你知道？那请问这个会不会种在八十田里啊？真的种在八十田里啊？以后在生命轮回当中就会变成仇家，所以就冤和亲是相互角色会转变的，爱和恨就潜移默化的。所以佛陀在这里面就关照我们，当心啊，当心啊，护念啊，护念啊。不要落在八十田里去啊，落到八十田里就更相仇报啊，就是这么因果报应就这么来的呀。所以这个更不是世间的人能看得到的。前面那个就是描写的就真实的情况。佛陀在3000多年前讲的，我们现在一模一样。娑婆世界就是这样。那这一段就是交代我们啊，交代我们怎么自我保护。你先不要陷在这个陷阱里，你陷在陷阱里自己做了恶业，自己要偿报的嘛。那自己偿报，请问冤冤相报，你什么时候得解脱能学佛法啊？你什么时候得暇满人生啊？对不对？你没有暇满人生，你怎么学习啊？你怎么学佛啊？你学佛，你的冤家债主就会把你拉回去的。有的人要出家，我就看得到有的人说出家，然后他家的冤亲债主就说了，你出家除非我死给你看，你出家本来挺好的，关系挺好的，他要学佛了他就不干了，就变成天下最大的仇人一样，就是不让你学佛，就是你最爱的人最亲的人我这样子横加阻碍，你说你这个很痛心的，你想学佛没机会啊。哎，这个就是什么，你过去就种了这个因啊。那请问这个现在还敢不敢种了？
那过去种的现在要不要忏悔啊？忏悔啊。所以这个佛陀这里就又给我们在这里面很奇妙，这个推一样又把我们从这个五浊恶世里开始往我们遮止我们的恶业，遮止我们的恶缘，然后又把我们扭转到佛道上来，想尽办法要把我们救度到极乐世界这条路上来，对不对呀？但是请问释迦牟尼佛来五浊恶世干这个事容易不容易啊？所以当释迦牟尼佛往昔发这个愿要来五浊恶世人寿百岁的时候来成佛，阿弥陀佛听到泪水都哗哗地流下来啊！阿弥陀佛都说，我是在净土而成佛，竟然你去五浊恶世去成佛，在众生连善都不知道，连佛的名号都不知道的地方你去成佛，你成佛都没人认识你啊！你教化众生没人听你的呀，这个工作这么难做呀。佛陀来到我们娑婆世界要传播真理容不容易啊？要教化众生容不容易啊？反对他的人多不多啊？他要讲真理，请问偏见会不会固执？既得利益会不会反抗？从3000年前是这样，到今天也是这样，未来也是这样。所以我们珍惜今天跟佛的缘，珍惜我们听到的法，珍惜坚定自己的信念。我们修行也会遇到障碍，但是我们要把佛的教化秘密地隐藏在我们的心灵深处，也不要因为我们的信仰去恼乱别人，知道吗？愚昧的人，有偏见的人，会因为你的信仰触怒于他，你本来没有得罪他，但是因为知见不一样，行为准则不一样，他会嫉妒你，甚至恨你。虽然这些不一样，但是我们不愿为他们为敌，我们也不愿意因为我们的信仰伤害到别人。在不适合的时候，我们应当把自己的信仰隐藏起来。这个也是护念佛教啊，保护佛教，也是保护自己，也是保护众生啊。这个五浊恶世啊，佛来都现，菩萨来都现凡夫身啊。啊，所以我们修习佛法的人呢，我们要会护念这个世界，护念这个众生啊，不要让他们，你学佛还没成道呢，你还没有极生成佛呢，他因为你学佛他极生下地狱了，因为你的缘故他造了谤法的因缘，谤法会下无间地狱的呀。特别你在家里，你一个人学佛，你的父母兄弟姐妹都不理解，看到你就诽谤佛教，看到你就骂出家人，出家人都是骗子啊。然后那个社会上传的视频也多啊，也是很多的出家人的负面的，那有的不是出家人，不是真实的，但是不是真实的他也不管的，只要能够，他只要能刺激到你的信仰，他就把这些视频编辑啊传播。诽谤三宝的视频传播的速度，传播的面积之大，是超越我们想象的。像我们这个，你看是法会那么精心的编，我们的摄影，我们的后期制作，每天都半夜三更的都在编了。你们看到的那个新闻，你知道多少文字、图画、视频，要多少的力量啊？但是这样的片子，你看点击率多少？那个世间的那些假丑恶的那些诽谤三宝的，一下传播力一天就是几十万几百万，遍布各个角落，真正的三宝形象，真正的三宝功德没有人传，你就知道这个众生的刚强到什么地步。所以我们珍惜今天跟佛的缘，珍惜我们听到的法，珍惜坚定自己的信念。阿弥陀佛都说，假使这个世界满中大火，我们都要有一个思想准备，要有怎样的修行的勇气。
这次我们在法会期间啊，文殊菩萨大慈大悲，加持着我们每一个众生，有形无形，所有这次法会，文殊菩萨的很奇特的啊，在五台山呢，现云现光，扫除二障云，乃至消除生死云。所以这次你看，天上蔚蓝的、澄清的，文殊菩萨的智慧啊，就赤裸明空的智慧啊。所以住在五台山，确实对于我们在南方习惯的来说啊，在这里温差这么大，每天超过15度的温差，又很干，但是就更加的提醒我们为什么住在这里。所以每天就精勤的祈祷大智文殊菩萨的加持。所以我们这次法会也是环境，寺院还正在建设啊，环境还不整洁啊，不平坦，条件还艰苦，大家赶到这里就是愈发的显出我们的虔诚，我们对法的这种啊敬仰。所以啊，我这边也有给大家供养法会，最主要是代替我们法会的所有的弟子们，也是赞叹赞美我们文殊菩萨。在法会前呢，我这里先做一个赞供，我们所有的佛弟子啊，都想见到大智文殊菩萨的面，想得到菩萨的加持，我们得开智慧。所以就这样一个祈祷赞供，任谁与圣文殊赞供起加倍，或求大士清净面容与智慧，请诵世尊宝典思维所说意，大善知识开示欲说诸情境，乃至律师受戒誓言蒙语心，或者发起真实罪过忏悔意，习于自善随喜他人善事业，根尘实境不惑出具观照力，生老病死愚痴梦中所发生，常乐我净般若智心本常净，不假文字推理逻辑诸思义，三乘八中皆是佛主悲智业，能念名相诸言亦是菩萨面，即以诸法实相皆显金色界，南无大智文殊师利菩萨。这次我们在一起啊学习佛说无量寿经啊，在这个世界，我们是娑婆世界啊，第二金刚座啊，也犹如灵鹫山一样的圣地，贤劫千佛去加持的圣地。我们在这里学习佛所说的、亲口所宣说的经典，介绍的极乐世界的一阵庄严。每天我们分分秒秒都灭无量罪业，分分秒秒值无量福德，分分秒秒开发我们的不思议的智慧。所以我们也以此作为对佛陀本师释迦佛陀的供养，对大智文殊菩萨的供养，对普贤菩萨的供养，对西方啊接引导师阿弥陀佛的供养，对大悲观世音菩萨的供养，对无边光炽身大势至菩萨的供养，我们这个就是也是一种法的供养。
人在世间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当行志去苦乐之地，身自当知，无有待者，善恶变化，殃福益处，素于言待，当独去入，远到他所，莫能见者，善恶自然，追行所生，遥遥冥冥，别离久长，道路不同，会见无期，甚难甚难，今得相知，何不弃重视，各欲强健时，努力力修善，精进愿度世，可得极长生，如何不求道，安所须待，欲何乐乎？如是世人，不信作善得善，为道得道，不信人死更生，会失得福，善恶之事都不信之，未知不然，终无有事，但作此故，且自见之，更相沾视，先后同然，转相承受，负于教令，先人祖父，素不为善，不识道德，身于神案，心色异弊，此生之去，善恶之道，自不能见，无有余者，吉凶祸福，尽各作之，无疑怪也，生死常道，专相似利，或父哭子，或子哭父，兄弟夫妇，更相哭泣，颠倒上下，无常根本，皆当过去，不可长保，教育开导，信之者少，是以生死流转，无有休止，如此之人，蒙名抵突，不信经法，心无远虑，各欲快意，痴或爱欲，不达于道德，迷惑于嗔怒，贪狼于财色，坐之不得道，当更恶去苦，生死无穷矣，爱哉甚可伤，或使世家父子兄弟夫妇一死一生，更相哀悯，恩爱思慕，忧念结腹，心意痛灼，别相顾恋，穷日足岁，无有节矣，教育道德，心不开明，思想恩好，不以情欲，昏蒙暗色，愚惑所缚，不能深思熟计，心自端正，专精行道，决断世事，辨玄至尽，年寿终尽，不能得道，无可奈何，总为愧扰，皆贪爱欲，获道者众，悟之者少，世间匆匆，无可了赖，尊卑上下，贫富贵贱，勤苦聪悟，各怀杀毒，恶气有名，唯望心事，违逆天地，不从人心，自然非恶，先随与之，自听所为，善其罪极，其寿未终尽，便顿夺之，下入恶道，累世勤苦，辗转其中，数千一劫，无有出期，痛不可言，甚可哀悯。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我今于汝世间之事，忍用世故，作不得道，当熟思计，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
无可乐者，遇佛在世，当勤精进，其有志愿生安乐国者，可得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恢复境界，在人后也。倘有疑义不解经者，可具问佛，当为说之。阿弥陀佛。啊，这一段啊，句句啊都是啊，前面描述极乐世界，描述诸佛菩萨，我们不是我们的境界啊，读了是梦里啊，云里雾里啊，开飞机，这个是句句落地啊，特别有地气啊，这个我们太熟悉了，熟悉到我们都不知啊，因为什么呢？只缘身在此山中啊，所以佛陀比我们了解我们自己，佛陀比我们了解这个世界，佛陀不仅仅了解当时的印度，也了解我们现在的时代乃至未来人间就要发生的事情。经文在开头的部分呢，普贤菩萨、文殊菩萨，然后就弥勒菩萨，代表贤解一切菩萨的，这边弥勒菩萨啊，这个世尊就再对着弥勒菩萨说了，这个时候等于是就交代啊，交代把这个法啊，等于是交代给弥勒菩萨一样。所以净土法门呢、啊，啊，这个等于法权啊，也是传承给他，不仅仅是袈裟啊，传给他，给他受记。实际上，对于这个人世间的法，这个三界的法也传给他了。在中国啊，我们各个地方，你只要记得起来的大佛，那个大佛都是弥勒菩萨，都是弥勒佛。四川的乐山大佛啊，包括我出家的大佛寺啊。弥勒菩萨他成佛的时候啊，人寿84000岁，人的身高本身就很高，然后弥勒菩萨就弥勒佛的身高就更高，非常高大。所以佛陀本是释迦牟尼佛已经属于高富帅了，他是身高3米，释迦佛陀3米，他披的那个袈裟要多大？但是刚才镜头里你看，他接过来两个手都扶不住，两个手指都扶不住，到弥勒佛的手里。所以他举起来给大家看，那在那个五浊黑暗的时代，释迦牟尼佛以大勇猛心500大愿去度化那些刚强难度的众生，这样子赞叹的时候，弥勒佛也流下眼泪啊，赞叹释迦牟尼佛啊。所以今天法会呢也很奇特，今天法会最后他们也感送到了啊，这尊就是弥勒佛在弥勒菩萨在兜率内院的这张图啊，这尊佛像。那这尊呢，也是我这里面供了好几尊，这尊盘腿加趺坐的，也是在兜率内院的啊。还有一个，这个还有一尊，这边一尊，你看我手指过来的这边一尊，就是弥勒菩萨成佛的像啊，成佛的像。它的标志就是有一个湖，有一个那个甘露湖啊，是那。然后我前面的有佛龛的那尊呢，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的第一尊像旃檀香佛啊，这我从印度，从啊是我们释迦族的族人呐、啊、后裔做的，然后啊前供在前面的，接家佛尊那个就是弥勒菩萨成道的像，成佛的像，弥勒佛成，啊我出家的寺院大佛寺也是弥勒菩萨显现的成佛的像，弥勒佛像，啊非常的高大，有。道宣律师的前身申佑律师制作于梁武帝时代，已经超过1500年了，我就是在那里剃头，在那里闭净土观，在那里修行了6年，智者大师也是在这尊像前入涅槃的。所以他就提到就是弘扬佛陀的释迦佛的教法，然后啊一直承接到啊弥勒佛的时代。我们很多出家人都会发这个愿，就像这个佛陀交代遗嘱交代给地藏菩萨一样，从释迦入灭到弥勒佛成道，应当主持做名扬教主，弘宣佛法。所以地藏菩萨一般都显得是出家人的形象，所以很多出家人都会发这个愿。
所以像玄奘大师他也是，他最后也是求生都在内院，但是他发的就是远照世家，把佛陀的教法在弘扬在这个世间，照龙佛种。一个人要有一种，我们现在讲格局啊，实际上就是一个雄大的一种心愿，关系到这个人类，关系到四生九有的众生的苦乐的。法王尊超众圣，普为一切天人之师，随心所愿皆令得道。佛陀这殷勤付嘱啊，因为这个法教的重担将要落在弥勒菩萨的肩上。请问弥勒佛成道的时候，他要不要说净土法门？要不要赞叹极乐世界？要不要劝大家都往生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面前去？也要的。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以宣扬佛陀正法、培育优秀僧才、积极社会公益为旨志，在诸山长老、法师及各界大德的祝福下，财团法人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
于2020年10月正式成立，有继回归佛陀本怀，透过文化出版与媒体等多元形式，将佛法传扬于社会，并借由慈善公益的参与，落实大乘佛教之利他精神。基金会立足于汉传佛教，不分语系及宗派传承，致力于南传、北传、藏传佛教之间的交流与学习，其能宣扬佛法以及推广殊食、护生等的慈悲理念，尤以引导现代人认识佛教、学习佛法为主要目标。竭诚敬邀各界大德踊跃护持财团法人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欢迎您一起来推动慈悲置业的各项会务，一同为世界燃起正法之炬，照破黑暗，传灯无尽。会务介绍：护持弘法，培育僧才，僧前安养，医疗及生活救助，宣扬佛教教义与经典印制，佛教刊物影片及电子多媒体弘法，设置传教场所、护生等之佛教弘法慈善护生相关活动。立案字号：台内名字第109-005-1120号，统一编号87515434，通讯地址：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2号，服务电话03989-9319，随喜 www.lifetv.org.tw 斜线 adate/sustain.htm。慈悲置业云林观音讲堂举办护身法会，恭送楞严经、楞严咒及不动佛修持修持仪轨，恭请湛信法师主法，日期3月20日上午9点开始，地点云林观音讲堂，云林县虎尾镇新南里竹围60-3号李斯特加油站后面，电话05-633-1565 05-633-1565，敬请与会菩萨做好防护措施，并保持社交距离。当日上午8点半，斗南火车站前备有接驳车。新逢观世音菩萨圣诞，慈悲置业宜兰大悲观音道场举办观世音菩萨圣诞法会，恭送普门品及佛前大供，恭请慧公法师领众。日期3月21日星期一，时间上午9点开始，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宜兰大悲观音道场，疫情期间参与共修，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净土院新北分院举办一年一度的新春植福盛会，法会自2月26日至2月28日共3日，法会期间将进行礼拜华严宝忏、供佛大斋天与三大士余切宴口，并全程实况直播，提供无法到场的信众线上共修。华严会上钟鼓齐鸣，声响传遍了整个会场，大众自诚祈愿与助道，并召唤法界友情同领法言。净土院住持自诚法师领众主法，并于法会中为众开示供养的殊胜与主要意义。我们说供养上师三宝啊，最殊胜是什么呢？其实实供养叫做表法啊，是一个表象的东西。最主要呢，供养我们的身口意。那身口意有什么呢？就是啊，十种啊，身口意有十种，身业三种，口业四种，啊，我们的意业呢有三种，所以十种的业道，能够让我们呢，要升天，或者是啊在三途，乃至呢借由这个十善业道不同的层次，有可能呢超越三界，啊，成为啊初解脱的圣人。甚至更高呢，我们读过这个《地藏十轮经》啊，十轮呢，
啊，很多人误解啊，十轮呢就是十定阎罗，各位这个谬解啊。何谓十轮呢？十种法轮，这个十种法轮呢，说到底还是我们的身口意。所以呢，修法，我们在修行呢，从哪里修？从身口意修。供养从哪里供养？一样从身口意供养。我们在前天读到普贤菩萨呢，广修供养，就是呢，诸供养中法供养罪。虽然法供养罪呢，还需啊，以事相上的种种的表象的供养来代表这个法。所以各位菩萨，我们在这个法会里啊，种种的一香一灯一茶啊一果，都有它呢具有它的意义存在。不论说从生灭的角度来看，从十善业道的角度来看，从三德六位的角度来看，每一样呢都具有其意义。所以呢，佛法辅食皆是法，不用呢另外心外啊再去求法的。华严圣境，庄严无碍，筹礼诸天，迎祥纳福。法会第三天圆满日，进行供佛大斋天，在庄严的献供主菩萨整齐的步伐当中，一一把手上供品虔诚献于佛前。现场亦有国乐伴奏庄严法会，下午智诚法师带领由舞狮进行于前咽口施食，解除恶鬼的积虚之外，并招感来此坛场为其说法皈依受戒，令其具足正见，不再造罪受苦，令恶鬼得度，更能对亡者追荐，以其早日脱离苦趣，成就菩提。三天的新春植福盛会，万众一心，圆满摄受，更祈愿法界康宁与众生安乐。生命电视新北市综合报道。马中插中的，等到他上的事儿开始了，等于说的，酒吧。上说这层叫哪种茶种的，花种多的这叫了啥？加把这个可能，看我的这啥酒，我啥子没听清那么多的。这哪种茶种的好像是那天我也说，那里这里我说就不要去他们去，干地的这里，中国就把他们去接到了银子。但我这儿干的，这里班子这里，拉上马上就讨论干的，讨这啥了？这里还好了，那种啥路子还叫干起不来？说上当时干的呢，这里这了，我这样子这里啥家也有的，啥家这个这里，六马一孙子，六个啥家的别搞这里了，啥家喜欢的这里，拉巴的了，怎么叫什么叫的？说我觉得家里的大人的呢，那个女的了，男生的了，你们哪有的是？这上中村的人呢，家外人啊，就是有的是，是女的呢，就往哪有的是？这上中村的人了，大人名的勇敢的就是有的是，老了女的，人家也用不上女的有的是，人家也用不上女的是，虽然就往哪有这话了，这里这里。因为这些那啥民众这边，他觉得的那啥人的话，中央那边的话嘞，这里啥出门了，我们中央这里送个药也是。这农村的这里是女的，啥地方就一些个，你们家的每年这里一些个了，就家外人家的就，或者什么妈那什么的，他们啥地人家送是，那这女的啊，人家也用个南京，就是因为他们些。这不管用是的，这人家让有个让你这把刀插的要来送，这得了，得了得了得了，这他们他们一里马着把的，这毕竟这玩意儿就完了，毕竟这玩意儿就讲的了，
나한테는 지금 고마워라 이거 좀 그랬지 내가 좀았다 저희 나 잘한다고 좀 그랬지 산쪽 생각들이 답고 생각하고 있다니까 다시 라빈을 좀 그랬지 때에 따라서 마다 받아 주다 다 마다 이 세우는 마다 받은 나한테 천상을 그랬지 이제 답고 하는 게 됐으면 마다 받아 주 답고 하지 저렇게 저렇게 결국 용나에 라빈 시바 뒤에서 사자다 들이 세부 사촉 센, 여기 사자 나도 나, 들이 사지가 들이 사도들게 이제 나든 되나 들이 누가에서 뜨거들에 들이 때라 또 성공을 들이 나다 인종을 요래시 또 성공을 가는 쪽으로 나도 사도 또 서서로 사촉 성공을 요래시 된지나는 성공을 요래 대지치고 또 사지 탐지가 나는데 봐도 사촉 성공을 봐 요래시 去年就到这里，一年忙着吧，他到各地去，他就落不了，就忙着了。定金就完就完去，定金就完了。他当地的今年可夸张，一片都是他把上级搞得去搞不拉手吧，六个月的，这他去，出多少钱去了？上级各省的农村上级三百多万，嗯，对，各省农村的农村的，这个是控制有的，大的嘛，大的伢子有的是。 다도마다냐도요바데들 마다 本身上芝麻烧肉吃的，你看，臭啥臭什么？等你吃了，头发这里，我们说白话说的，说白话说的，很这是，以前的浙江马肉是当我东方的来吃，这马肉了，打的到马肉了，同样的，我看的，哦，上级身边人同样的，你毕竟同样的，同样的，搞的，他第一经济完就完去，啥就什么地里他不行搞的。 나진이 로아도 차대요리지. 내가 로비를 봐야지. 다 뒤라, 가리, 마다와 탐지 타봐야지. 남아서와 따사가도, 마, 여기 좀 큰 배에, 르나에는 제와시니, 르나에는 제와를 쏘지. 너희 탐지 쓰지려면들이, 출발 내에서는 남북한, 남극에 가서 차별들이 자체 못지. 남아서와 따사가, 南马沙瓦达桑，那都是俺们这娃子的这里。马有比说马肯比，沙瓦塔康二哥的沙帕尔拉，哎，芒嘎嘎拉康索华，这个确实，确定是出不了的，这种人手气，东莞人家东莞人安的这哪里的，干了东莞人，我这是这样的话，英国不得这个送过来的这。 这个要得他就南瓜康啊，南瓜啥就不能搞啊，一年的都得要的，一年的这都得搞了南瓜人家送上一年要的，别当吃巴拉说上一年要不要的，别那个说，卡拉就是做那样，普通部的最早部的不能管啥都要的，这么说你妈的我的，但是我是啥老多个没，最早部的啥老多的，这没有个别的。 这倒是差的了，这南瓜啥就把那个让你差的有把这里万一把谁的，这里的打不杀他们就让你差的有的，没打不成的一定有把他们的了，差的有将大当一个接班的，但忙呢，这里啥时候有没有？哦，没上说我是请了送，看他刚就呢，哦，他讲的啥子让你啥时候别的到，你的用的这里可多，你能。 一年的这个大大年，你大的银行这个的，这第二大多十几了，这里没了。哎，我到二六七七，他这里他到五了，这里到过了三级，他这里让你，你把那一把七八的给差的要来，这把要不就没看别，这种他这哪怕三级把那差的要来，这里得了阿弥陀，阿弥陀，跟哪里哈那哈那红牌的了，这里啥时候等多一点，很紧要，送的就巴适。 别人工资上我也不用去，嗯，别看了一点了，谁也不用去了，那多年的工资送的就过来，第三了了，这里，这里有的他们就少这个了。
늦지 잡도 집어도 온베다 아메다 군달에 하나 하나 홍패 삽지가 가라 충청문에 신부를 빼나 삽지 그릴 때 가라 신부를 참아 삽지를 지했다 그랬더니 마그 마그 오만하게 차대 열지 탑게 늦지 잡도 집어도 늦자 가르쳐라 그래 마도 없을 때 있으면 이거 뭐 늦게 때 늦게 때 그러지 Nyumabhati Pirakho Sanchuk Sakhu Dandi Te Yibhikro Jethra Nyumabhati Parsi Chokalana Jodhokla Dibha Tsushal Zubhala Sukha Sampata Nijiki Jodhokla Yore Tehna Tiri Tethamche Madhava Thamche Thapali Gere Tiri Thapla Kore Abhartha Kodali Hanana Yodhi Thamche Dhati Jodhokla Duh Tiri Tiri Thamche Yubhokla Duh Tiri Tata Tiri Chokbandhatawa Tiri Tongwa ta, rikwa ta, nyawa ta, tu kutu yu sachuk se jere, sachuk se jere, ta nanji ta ta ko yore, sachuk se jere jere yore, tiga dhiti jato chi bo chi, orba kala, ombe ta, ame ta, kudali, hana hana, ombe, yoji ta, dhiti jato chi bo chi, Tani lama sarva tata gada avalo ekvedi omi sambara sambara hong jira. Ta daji jidi yukpa tam jira tiri dung toko tsova gungi shibara tini tiri dung nga kari go kari kasi shishari kasi chakar go kasi sipi go kari tiri dali inang ji tam jira gori yodzi tam jira roti jira sabha tam tabar jira kala kang gona tiri Oh, kasung masung loju jajang kari guna, tenang si jodoh ees. Tenang si jodoh ees, langsung langsung. Yonzi tamche losu si sabatan tambah ees. Wata sabatan tenaya, daji niti si tamche le mati le toko mani. Om jana awa lo, kede nama samita, sabari nari, pe sambawa, samaya maamani dele, sandaya dorari hong te. 这个人今天是老人，啥人家今天是个他妈上帝游戏，这个他妈个玩啥游戏嘛？这看你，前面的龙巴人，龙汉他妈就是杀错，啥？这个我，这都受不了杀杀，为啥不过？那这个我嘞，这可他看了这个，这个讲啥杀杀啥？别人的，老子当天龙朝的旁边嘴巴没把头发卷起，照样要嘛，就干这啥了啥？ でとりこそ。うん。てりなまさびた、ペダナ、ガイチョレ、ダビザとマサバヤソワ。てりちゃまが、ダディンアジャクンで、たびしれ。お、だからちょぼてさちょくせにとぎち、だてちゃまがわとくわるんごよれ。ロラとてだごわんでてわるちょ。わじこるじゃ、なまさめた、ペダナ、ガイチョレ、ダビザ。 サマラソワ、ドラタジダゴワンドドワルチョ。お、テトガリドス。お、テト、ナモダグサムトタタ。ソソのレミビビロジ。サジサマナジ。ムネセディルピンゴ、テメマレアチタメ。テロサグゴレス。テロテビチコトで、チュソでサジタチョモボボボベ。 孙南的老祖三斤没吃饱的，哪怕他想把药来，得一斤不到药来。嗯，老不是吃上吃多，只光吃上去了，可是龙珠就药来是。得一斤不到，吃的就到那的哦。一斤的可是老不是吃上里面的，一斤的药来，可是那的里，可是他们三斤，三斤的里，让一的疙瘩，他这的里，出不了的让一让这，让一这些让出不的呢。 就在就地基上买老祖做的，那个他那个老就把这个大吉地上买，那个你不地上买，为了东坡七步走了，东坡七步这个压根没到忙不了的，东坡这个哦，压根你有这个就另外这个了，你这就把那个成了一的买的，这那个他那个老祖把那些大吉一地没把老祖也有的，这就把他们手里没叫我这个的。 那老王的老祖宗去年就到的，一年一万只白，一年一万只白，这一出发的老不的，我叫老不出个钱了，三个月的，这出发一把哈，可能这里的。
이름이 막 가래에 살았더니 욕탈도시 살게 니들이 삶을 니들이 삶을 했더니 니들 맵에 이시 쟤들이 쩍당 더는 탈에 대해가지고 로쩍 도마들이 오 니요 말이지 근데 지금 뭐 사지생이 니요 말이지 니 매와 때렸더니 도마로 로쩍 도마들 아 발 먹었지만 쳐대 쩍봐도 요 말이지 야 오, 저도 지금 야도 채워요, 이따 뺏어야지. 도마, 로직. 저도 지금 말이야, 말이지. 로직, 도마. 오, 야도 나가서 뜬다, 쳐봐. 가사 가요, 배도 나가서 취자야. 소소, 난 이제 맞다, 때라서 왔다, 참아, 척시게 참아, 이래지. 요라, 도마, 로직. 로직, 도마, 대하고 하고, 그래. 대하고, 대가에 취지지도. 이제는 나, 이 맞아. 맞아, 빠져. 그래, 나도 삼바 도다 당 사축생 대비직 벌써 답도 상지 통치기들이 그쪽으로 체임을 사받았는지 취재인조 도움들이 돈다보면 이 맞아봐 사지생들이 이 맞아봐 대들 대비직 벌써 답 취재인조 도움을 땅 파고하는 주방 남기를 적어야지 파고하는 주방 당선비는 배에서 돈을 가다 삼바하고 대다 탑재자리 이제 칼들 말해봐 토방을 먼저 치고 타면 낫고 요나지 어 토고 요나지 그때 나도 자도 아주 같이 멀리 돈다 빼야 버리 근데 시선을 들이 밀어 들이지 마 이제 진소 일단 가족 자도 돈다 들이지 가고 좋아 护持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接下来请收看《佛心花海》。
各位大德，各位爱花的菩萨们，大家好，阿弥陀佛。那我们知道呢，在传统的插花里面呢，我们说呢，花器象征大地、池塘或者湖泊。那我们今天用一个这样的一个盘，那各位爱花的菩萨可以看到呢，其实这个陶、这个盘呢，它也是一个瓷器啊。那画家呢在上面画了一个他心中的一个极乐世界啊。那就像我们说呢，它象征一个大地、池塘或湖泊，也就是我们美好的理想的世界，美好理想的国家。那平常这个花器呢，其实我很少用它来插花啊，因为你光放水，然后用水来赏花、赏这个器啊，就已经非常美了哈。但是呢，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花器呢，有时候我们可以是适时的去运用它哈，因为这个花器本身的颜色有一点淡淡的青色的感觉啊，所以感觉上很干净，所以在春天的时候运用它是蛮恰当的哈。好，那我用了一个这样比较大的剑山给它放下去啊，最主要呢是因为我要插一支比较重的一个桃花哈。那各位阿花菩萨可以看到我手上有一支这样很美的这个桃枝啊。那我先把这个桃枝呢插上去啊。那我们在还没插之前呢各位阿花菩萨可以看一下我的，我一般来讲的话，我们要把它的这个枝呢把它剪开来。好，因为这个枝本身它很粗啊，那要跟这个剑山相吻合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把它剪开之后啊，然后直直的插啊。那不管你要插到什么样的弧度啊，好，比如说我现在要插啊，我希望有一点点介于在平粗跟倾斜中间，好，所以我慢慢的把它插直了之后再往下压啊，压到我觉得理想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好，那我们会发觉诶，它有一点点感觉蛮重的感觉哈。好，那没有关系，我在上面再加一个这样的一个这个杜鹃的杜鹃枝的根哈。好，我把它往稍微里面移一下下啊，因为它这个重心不稳会有点会动的感觉。好，然后我加一个这样的一个杜鹃根啊上去。好，那这个杜鹃根上去之后呢，它可以有一个平衡的效果。好，平衡的效果啊。那各位阿花菩萨现在可以看到哈，其实这样的一个桃枝啊，然后很容易的展现出它的一个优美啊。那自古以来呢，我们在《诗经》的《桃夭》篇里面啊，就赞颂着桃花啊。那我们说呢，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宜归，宜其室家啊。就是说，桃花呢，它的那个。花容非常的美啊，然后明艳娇美啊。那我们知道《诗经》呢，其实是我们说温文敦厚之教啊。所以《诗经》里面呢，它借由各种的花材呢，那在教化世人啊。那借由桃花的明艳娇美呢，它告诉我们一个女子的妇容的重要啊，就像桃花一样，要明艳娇美。好，然后各位可以看到桃花其实它在开花的同时也看到那个它的叶子已经慢慢的长出来了哈，所以它接着说桃之夭夭，有叶蓁蓁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桃花的叶子在这个时候呢非常的茂盛啊，青翠的感觉啊。那我自己常常把它解读说桃之夭夭，有叶蓁蓁，就象征的一个女子，她必须是能够庇护别人的哈，那长出美好的叶子啊，能够绿树成荫，庇护家人啊。然后最后一段她说：“桃之夭夭，有逢其实啊，也就是说桃花会开花结果，然后呢就像象征我们非常美好的一个生命的一个传承的一个含义啊。所以借由这个。”桃花呢《桃夭》篇里面哈，那把这个桃花的明艳娇美到叶子的丰厚饱满一直到子孙的一个绵延做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诠释哈。好，那我们在插完这个桃花之后呢我们用这个，我们接下来用的这个花材呢是铁炮百合那各位阿花菩萨可以现在可以看到我这个铁炮百合呢，它是多朵的哈。好，那我把它剪少一点点啊。那各位阿花菩萨现在可以看到，其实我用的这个也是所谓的竹使插啊，因为桃是我的使枝啊，那这个百合呢是我的主花
啊，那百合也是一个非常清新啊，然后脱俗啊，然后色彩非常干净的一个花哈。那一般我们在运用花材的时候也非常的喜欢它哈。好，那我们接下来来做它，做一点点它的下段啊，也就是呢，我们在这个桃的这个下段呢，我们来加一点点的绿色啊，也做一个后段的一个深度的一个表现啊。那我来用一点点的这个松啊，好，我们用一点点的这样的一个松针哈。好，那我们在这个桃花的这个下段呢啊，加一点点的松针啊，我们试一下后段。啊，那我们会发觉呢，这个松针下去之后呢，好像似乎感觉上这个白色的铁泡呢，就更加的清新了哈。好，那这个松针针叶有点多，我们稍微把它修整一下下。我们把这个松针做后段的一个表现。然后我们再修一点点侧面的这个松针的感觉哈。好，再扫一些些。好，因为呢，如果是光是一支的这个桃花的话呢，我们会觉得好像它的下段会有一点点孤单的感觉啊，所以我们借由这个桃做了上段，然后中段的松到下段后段的这种感觉哈。好，那我们在那个主花的部分呢我们来加一点点的基盘啊。那基盘最主要的目的是用它来衬托主花的哈。那我也选了两片这样的一个叶子啊。那有两种叶子，一个是这个叫做合果鱼叶啊，那这个叫做佛手鱼啊，其实都是属于鱼叶方面的哈。那因为我希望这个颜色表现出来，因为这个松本身已经是很深的绿色了哈，所以我选用这个合果鱼的叶子啊。因为我们在插作一件作品的时候呢，最好要有深色浅色啊，两个颜色的一个应用哈，即使是一个绿也是一样，不要是全部都是深绿色啊。那松本身是一个深绿色了啊，那所以我们如果再用合果鱼的叶，再用那个佛手鱼的叶子的话，会觉得两个都是很深的绿色啊，这样比较显现不出一个作品的一种层次的美啊。那各位阿花菩萨现在看我用了这个浅绿色的这个合果鱼叶跟它搭配，就可以表现出色彩的一个深浅的不同啊。所以有时候在用色的时候哈，也是一个技术哈，跟一个小小的一个心得哈。好，那我在这个下段的地方呢，因为我们会看到很多的剑山啊，所以我在运用一点点的这个各位阿花菩萨现在可以看到我用的这个叫素兰哈，素兰哈来做它的下段，就是修饰这个指甲的部分啊。因为我们的剑山呢是一个蛮大的剑山哈，所以我们把它修饰一下。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用这么大的剑山呢，又没有办法稳住这一个很粗枝的这一个桃花哈，这个桃枝，因为这个桃枝呢它很粗壮哈。那好，那我们就用一个这样的一个素兰的叶子啊来做它的下段啊。好，我们再剪一支哈，这样子就不会造成这个剑山会看得到的感觉啊。好，那我们呢就先用一个这样很简单的一个水盘啊，然后插座这个桃花啊，那主花我们只用一支的这个铁泡百合啊，因为这种感觉非常的清新脱俗啊。那当然我们也可以在中间加一点点小小的小花哦。那我们来试试看什么样的小花来搭配它是会比较好一点的。好，那如果说呢您喜欢的这个感觉呢是属于就是说很淡雅的清雅的啊，
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桃花哈，就是桃枝加上这个铁炮百合啊，这样子插作很单纯的一种很有文人调的一种插花啊。那如果说有时候我们也可以在中间加一点点小花哈，因为我们会发觉，其实呢，我们讲说盘花生广，所以整件作品讲起来呢，它是很有深度的啊。那我们可以在后段的地方哈，加一点点像这样的一个小菊花，好，那各位阿弥陀佛可以看到哈，这样子我加过之后呢，这个小菊呢哈，就可以让后段觉得又有另外一番景致啊，另外一番风情的感觉哈，然后另外一种这种。满园春色的感觉哈，好，那我用了三支的这个蓝眼菊来做它的这个后段的部分。好，那我们会发觉呢，因为这个剑山它比较大一点点哈，所以有时候用在这样的盘里面呢啊，会有一点就是会看到剑山哈，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一点点像这样的一个青苔啊。那各位阿拉菩萨可以看到哈，我用这个青苔呢，就是遮饰我这个剑山，好，把这个剑山的这个地方呢，把它遮一下下哈，好。好，那我们用侧面的，从这个侧面的地方到后面的地方呢，用一点点这样的一个青苔，把它做一些修饰啊。那借由这样的一个桃花，我们都知道呢，桃呢，在中国呢，它有辟邪的这个功能，哈，所以自古以来呢，桃木就有镇邪的这个功能啊。那桃呢，本身呢，也有很多的寓意啊，因为我们知道呢，在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里面呢。他叙述的就是心中的一个梦土啊，因为在那个战乱的时代呢，每个人都希望找到心中的一个桃花源啊，就是理想国的一个世界。那各位爱花菩萨可以看到呢，其实这个花器呢，也是我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他做的啊。那他其实做的有一点点那个西藏的那个喜马拉雅山啊，跟西藏的寺院的这个感觉啊。那其实这个世界呢，也是他心中的一个极乐世界，也是他的一个梦土啊。那所以呢，我们借由这个盘的这个花器中呢，我们说呢，盘可以象征大地、池塘、湖泊啊，那象征高山啊、流水，好、啊，或者任何你心中所想要的一个理想的世界啊。所以啊，今天借由桃花啊，那。我们来表现这个期待的对自己生命的理想世界的一个期望跟感觉。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做一件小件的作品啊。那各位阿花菩萨可以看到呢，这是一个青花的四季花卉啊，四季花卉花鸟啊，有着花鸟跟四季的花卉。那青花呢，在中国呢，唐朝的时候其实是贵族才能够使用的啊。那个青花的主要原料呢是氧化钴啊，氧化钴哈，然后呢形成非常美的这个青花的这个色彩啊。那尤其这种花鸟花卉呢它的感觉栩栩如生，有时候都美到像工笔画一样，令人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哈。好，那我们借由刚刚剪下来的小枝的一个修枝所剩下来的一只小小的这个桃花枝哈，那各位爱花菩萨现在可以欣赏一下。其实这样小小的一只这个桃枝呢，本身呢，它符合我们所谓的一波三折的理论哈，也就是其实一个花枝最美，它能够有成一个，以西洋来讲它是成 S 型的，好，那以中国的美学来讲，他说这叫一波三折，就是这个线条有三段的一个变化的一个运用哈。好，那我把这个。
虽然它是一只小小的桃子，但是我还是把它稍微的折一下下哈。好，那我们借由这个好，那桃呢本身呢，它也非常的耐折。好，各位阿菩萨可以看到，我现在这样子把它折过来呢，它还是不需要去上铁丝的哈。好，再帮它再稍微的扭一下下哈，它的角度会比较美。好，那除了桃之外呢，我在它的下段呢哈，好，我再加一个这样的一个松下去。有一个松跟桃的一个线条的一个优美哈。好，那这个我们常常说在插花的时候哈，我的我们上段呢主要是以用线的花材为主啊，那中段中下段就可以用有点点面的花材为主啊。好，那各位可以看到，虽然是一只简单的桃枝哈，但是它跟松互相的相衬起来啊，就会形成一个蛮美的一个特色哈。好，那我们也说过，因为呢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这个瓷器本身呢就比较会容易动，比较不好插一点点哈。好，那有时候它这样子动也没有关系哈，我们继续的往下插。那各位爱花菩萨可以看到，我现在手上有一只非常美的一个兰哈。那这个花呢是今年在花市很特别的一个盆栽的花哈。那他们称它为捧心兰哈，就是所谓西施捧心的那个捧心，因为那个花的整个盆景呢，它中间是有一个它的那个茎的部分是好像一个心的一个形状哈，所以他们称它为捧心兰哈。但是这个枝它剪下来之后很软啊，然后我要应用在这里的话呢，感觉上太软了哈。那我稍微接一下枝哈。好，那我找了一个草本的这个枝干哈，来跟这个捧心兰之间呢做一个结合哈。因为我们常常说呢，木本的花材呢跟木本一起接啊，然后草本的花材跟草本的花材一起，就是如果它不够长的话，你要接枝的话，最好是木本的跟木本的在一起，那草本的跟草本在一起啊。那各位爱花菩萨可以看到，我这一支的接枝的枝梗是刚刚用的这个百合的枝梗啊，因为它们都是属于草本的啊。因为呢，有时候如果你用草本的去接木本啊，那有时候那个它会互相，就是那个木本很硬，然后你这个草本很软，那有时候我们的枝梗就会受伤哈。好，那我把这个捧心兰呢哈，慢慢的把它插下去啊，因为这个洞呢已经变得很小了哈。好，那我把它稍微休息一点点哈。好，然后我们把它放进去。好，那我们刚刚在插的时候会发觉它动来动去的啊。但是呢，当我们把它的这个枝呢，哈，多放了几枝之后呢，就会发觉它就开始有点，放满了哈。好，那我们把这个姿态呢稍微调一下哈。那我们可以看到，像这样的一个花瓶哈，它本身四面八方的这个角度哈是有一些不同的哈。那我们来试看一下这个捧心兰呢，它是这样的一个感觉比较好呢哈，还是反过来的插法会比较好啊？我们来试试看一下，把它再往下面一点点哈。这是有两个角度可以运用它，一个就是可以反过来运用。好，我再试一下它正面的这个角度看一下。好，那其实呢主花呢，我们常常说插主花的时候，向左或向右侧斜5到10度哈，其实也是很美的哈。好，但是我这支它的这个，因为它的这个枝干呢非常的软哈。好，那我们试试看。好，那我用一点点的叶子来衬托它哈。好，比如说啊，因为我想要把这个兰花的这个感觉表现出来哈，所以我拉一点点深度往前试试看。因为它这个兰花，我想说不要把它上铁丝哈，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发觉，其实一件小小的作品，它是需要花掉很多时间的啊。好，尤其是它这个洞非常的小哈。好，那我们利用这个薄之间的一个感觉哈，把它一下下，
哦，看来它这个枝哈真的是非常的软哈。好，那我们再试一下，就是我把它试一下，用一支细铁丝哈。其实我本来是想说，如果它可以很自然的成型的话呢，我就不要上铁丝啊。不过看起来它这个枝呢，枝干非常的软哈，我刚刚虽然给它加了梗呢，但是效果还是没有很好哈。好，那没有关系，我们可以试试看，就是像这样的一个兰花呢啊，我可以把它用一支铁丝啊，各位阿菩萨现在可以看到我用一支这样的铁丝上去啊。那一个方式是用缠绕的方式啊，就是细细的把它稍微缠绕一下下。那这样子它的枝干，因为它这一朵花的花头哈很大一朵啊，但是它这个地方的枝干是很细的啊，所以就会很不好固定。好，那我把它稍微的固定一下下。好，那这样子加了铁丝之后呢，反而发觉到它可以往前倾斜哈。试一下，哇，它这个脖子的后段，好，那各位阿弥陀佛，现在可以看到哈，它这个脖哈，这样子我们把它放过来之后，好，我们调一下它的角度。好，那在后段的地方呢，我再加一个脖做它的这个深度的地方。它有啊，有一点点后颈的感觉。好，那我们虽然是一只小小的一只脖子啊，但是它有时候因为瓶口的关系哈，所以会不是非常好插的啊。再看一下啊。我们再把它调一下它的整个花头。好，那我们再收一下它的那个下段的感觉啊，因为瓶口已经非常小了啊，所以我把它剪得比较细一点点应用它。那我们今天借由一个这样的一个青花的一个小花瓶啊，然后我们插作一个这样的一个桃枝啊。那我们知道呢，事实上呢，桃呢在中国几千年来呢，除了我们刚刚介绍到《诗经》里面从《桃夭篇》开始啊，然后我们所谓的桃符啊，那。桃呢本身就是充满了非常古典的一种意象啊。那桃花呢开在春天里面啊，那我们自古以来我们说桃花红李花白啊，然后所以春天的时候最美的两种花就是介在桃花跟李花之间啊。那桃花盛开的时候就代表一个春天的一个开始啊，所以在中国的二十四节气里面我们说惊蛰桃始开啊，所以这个是一种非常美的一个一种节气的一种感觉啊。那我们知道呢，现在这个时代呢，因为越来每个人过的时间越匆忙了啊，那我们在这个文创的这个空间里面呢，如果我们能够善用二十四节气啊，然后用二十四节气的一种美啊，跟花之间对应啊，我觉得它可以成就另外一个现代文创的一个空间啊。那愿此香华遍满十方，供养三宝，护法龙天，普熏众生，共入佛智。阿弥陀佛。
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果冻花课程，日期3月26日星期六，时间下午5点到6点，立宏老师线上教学，联络电话06-2716-616或06-2716-612，06-2716-616或06-2716-612，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2段345号，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量体温。慈悲置业高雄中山书坊举办八关斋戒暨礼拜慈悲三昧水忏，恭请湛山法师主法，日期3月27日星期日上午9点，地点高雄中山书坊，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洽询电话07-2212-2323，07-2212-2323，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南无无量寿持长寿宝瓶如来，种种无贪莲花眼如来。南无无量寿持长寿宝瓶如来，种种无贪莲花眼如来。南无无量寿持长寿宝瓶如来，种种无贪莲花眼如来。念诵一遍，能消除一切横死之因，往生33天。万物流转，